青阳长老，你跟我说说，怎么才能让紫英师叔原谅我？你放心，以我对小紫英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跟你计较。我当然要计较。师叔。 我为告诉你，我与崇光长老的约定，你误会生气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何错之有？我错在，我急于求成，我为了学习剑法，却失了理智，全然忘了师叔的为人。我忘了师叔为我做的每一件事。我错了，师叔。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相信你，天河，你是真的清醒了，彼此坚定，心在一处，才是守护情谊到永远的根本。嘿。 青阳长老，琼华不是有很多灵丹妙药吗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紫英师叔马上恢复的丹药啊？哎，青阳长老，我听说琼华有一个扶摇仙果丹，对，您给紫英师叔搞一颗，他肯定就好了。顺便给我搞一颗喽。还给你搞一颗？啊，这扶摇仙果丹甚是珍贵。 整个琼华前掌门只给一人吃过。